小老公呢？什么老公的老公？昨天晚上你给我发的视频啊。大姐，你在说什么鬼啊你？你又断片了？你等会儿，你刚说我跟谁合影失联？凌晨两点，你们俩跟我视的频啊，撒狗粮，给我震了。What？ 你真想不起来了？没事，我这儿有证据，我给你发过去啊，一个小视频，笑娜。稍等啊。来，你看，飞起来了吗？身材很好，没什么，腹肌很厉害呀。背，是我吗？不是，你是谁啊？你老搂着我干嘛呀？小便宜啊。咱俩谁占谁便宜？你咬的，是我咬的，别那么想。你还挺会挑时机的啊。这种情况，恁俩只要互换性别，报完警，起步三年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女生来三亚也就是度个假，你用不着多想，直接推倒就行了。小张，谁推倒谁还说不定呢。大白天就忙呢，这姐姐够饥渴的呀！别废话了，赶紧干活。怎么了？给你的。买了这么多？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的，那一样拿了已经。你看合不合身？审美还不错。谢谢。你吐了我一下，就收你这一件。昨天晚上真是太抱歉了。平时真不这样。没事。那是因为昨天晚上喝太急了，然后我又空腹喝酒，所以理解。去过北京吗？那你下次去，你告诉我，我请你吃饭，烤鸭行吗？好。